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我们见证过了太多少年的精彩挑战，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可能是我们挑战不可能这几季以来年龄最小的一位挑战者。严格说来，他的年龄现在应该还算是幼儿，但是他被人称为是行走的中华小诗库。掌声请出我们这位挑战者出场。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恒毅，今年五岁了，来自山东青岛。青岛啊，来，王恒毅，我抱你上来啊！哎，脚蹬，蹬的，嘿，好。今天来这儿，你是要来进行挑战背古诗。叔叔从小到大，今年都40多岁了，总共会不超过20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嘲笑我，就心里很难过。你能背大概多少首？300多首唐诗，100多首宋词，加起来是400多首。哇！恒毅，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啊？最喜欢《先生爷爷还是官》。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有气势。比较有气势，来背一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好。